好了，我们注意一下哈，我们那个电动脚，如果第一次要做动之前，前面这个鼻轮那个水平一定要调整，这里水平要调整，这里来看这里哈，这里水平你如果没有调水平的话，你动作之后就会造成这样子，鼻轮就跳起来了哈，现在是水平哈。好，这个是这个刚开始的作业程序一定要先看水平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它放下来，收脚哈，收脚。好，已经开始动作了。好，后面两只脚已经在收了哈。前面好，完成他就会做这个完成动作哈。啊，这个可以支援他的 Andula 的那个移车器哈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遥控器，可以如果有装Andula 的移车器的话，是双个功能可以切换，用一个遥控器就可以完成。好，结束。